可就在这时，怀里的小丫头嘤咛一声突然倒下了，燕凤阳慌了。春太医，快叫太医来。是，马上就来。皇上，小公主哭太久了，哭得气短晕倒了。好好给她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她醒来。办法是有，针灸就能让小公主醒来，不过她哭太久，不如让她先睡一会儿。皇上恕罪，小公主虽然是晕过去了，但也是在深睡，若她醒来再哭个没停的话会有危险。 这样那她这一睡能睡多久啊？应该能睡两个时辰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冯德言，弄一些孩子爱吃的来。是。次日，龙七宫内又是一片混乱。皇上，皇子与公主又不肯吃东西了，刚刚吃下去的吐出来了。太医呢？太医哪儿去了？都在，可是没用，小皇子与小公主根本不让人靠近，一靠近就哭呀。皇上，这样下去真的会出事。